酸辣海参汤。酸辣海参汤是四川汤菜中的上品，经常用于宴席。做这道菜需用的原料是水发海参250克，冬笋和黄瓜作为辅料，调料有葱段1克、葱末1克、水淀粉25克、酱油5克、醋40克、胡椒粉5克、味精1.5克、精盐15克。先把海参切粗丝，冬笋切丝，黄瓜去芯儿，取皮儿，切成细丝。制作的时候，把海参放在汤中焯透。焯的时候要滤净浮沫，如此反复，用汤煨3遍。把海参捞出，再用水焯，用清汤把黄瓜丝、笋丝焯透，捞出备用。锅中另放清汤，加料酒、酱油、精盐、味精、姜末、葱、放入海参和笋丝、黄瓜，加胡椒粉，用水淀粉勾芡，
加醋后装在汤盘中。撒上香菜末，点缀同时又起到增香的作用。酸辣海参勾芡要薄，以保持汤清。味道酸辣，清淡可口，是这道菜的特点。